汇集各校创作能量，苗栗县政府从108学年度起办理了艺术下乡活动，巡演列车开到了西湖乡，由西湖、五湖、侨文国小以及西湖国中等四所学校共同参与，在吴浊流艺文馆举行了成果联展，精彩的作品充分展现平日所学。意见西湖享乐艺术苗栗县艺术下乡系列活动，今年度总共有三场次，压轴展演列车开进西湖乡，汇集了各校创作能量，包括西湖、五湖、侨文国小以及西湖国中等学校，在吴浊流英文馆举办成果展，以艺术会友。我们艺术下乡的计划从108年就开始，我们今天来到西湖乡是四所学校的联展，那非常感谢我们西湖乡公所一起来办这个活动。那除了有动态也有静态，静态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他们的一些作品，我想这个108课纲之后，我们培养的孩子是多元的能力，多元的能力也要有艺术的鉴赏力，素描、水彩、粉彩、诗词、手工艺品、陶艺品等等多元的作品，展现出孩子们缤纷多彩的创作魅力，进而培养艺术鉴赏能力，也充分展现出西湖学子平日所学。西湖不仅只有幼乡，更有艺术人文的香气，我们希望人文艺术人气息配合吴浊流艺文展，包括这个静态展览的空间，展现四个学校多元的作品之外，我们也希望透过动态的开幕，能够让孩子展现动静态之间的一个课程。那意见西湖又见意见享乐的部分，一直持续到8月19号，也欢迎所有苗栗的乡亲们来西湖。艺术下乡自108学年度起，巡回苗栗县18乡镇市，透过巡演方式为艺术教育扎根。而这一次的四校作品联展，展至8月19号，欢迎前往欣赏，给予孩子们肯定鼓励。